现在的人是懒到什么程度呢？懒到连这一种窝蜂呢都做便便给你，这个已经里面的那个馅料全部查好好给你，你只要丢进去 air fryer 就可以了的，非常方便。它有三四种口味， peanut butter, chocolate, 当然也要 mix 的也有。80度，五分钟左右。所以 这种方便的就是在于说你不用自己去调那个面糊，然后还要自己去买那个窝蜂机，这个已经是做好好给你，你只要放进去弄热一下或者放进烤箱一下就搞定了。这个还失败的话就真的是没有话好说。这样子闻味道呢，就有一点像是我们在 supermarket 啊，或者是商场那边卖的那一种 offer 的那种味道。它脆，商场那些是外面的脆，然后里面的软一点，但是这个就有一点像是整块都是它的皮，整块都像是饼干这样子，都是脆的。见仁见智，有一些人吃了 offer 脆脆的。像我就比较喜欢吃外面脆脆，然后里面有一点点的软的那一种，不过都 OK， 里面的馅料满满的，下午茶这样子吃还蛮 OK 的。然后还有巧克力，哦，很满。巧克力没有不好吃的呢，你们想要试试的话呢，可以去到我的影片讯堂那边，也是有卖家的资料，你们联络他，这个也不是业费，买来自己爽。